喂，大家好，欢迎翻嚟收睇《东哥玩呢个 Elden Ring DLC》第五集 ，whatever， 我唔记得咗第几集啦。第五集应该系好啦。首先，我哋系咪真系要睇下先？真系直不甩子去呢度嘅，但系我要揾十字先咯。我哋等一下先。佢奥妙之处又唔话你知喺边度。东方又唔讲边度东方，条柱喂，但我找不到另外一个、哦、三条是沿着一成线的、哦、看看先。这里这里。它这里的、哦。哇这里的、哦。哇这里的、哦。走。我要不要解一解呢、这个是啊，找不到。喂，找不到啊。佢系真系呢个位嘅喎。哦，有趣有趣。诶，揾到揾到揾到。揾到揾到。停停停！哦，正！你有边位啊？Oh, hello, you the tarnished lady let us under the tarnished. My name is I too am Tasso. Here's to new. Okay.Well, I'm not. I'm as weak as I've always been this way since the. 但我覺得呢個會唔會最後係大佬嚟嘅？哇！呢個好似有啲料到喎。哇！呢個真係名副其實毒 L 喎。名副其实毒 L 喎，仲有一只，调配灵药，呢个系嘛？瞬间防御能力，咩叫瞬间防御？
呢度三个搞掂，然后再睇嗰个，基本上再争少少嘅啫。打完之后就系嗰个乜乜城 ，OK。呢度系东边。哇！咁好似成个世界变了样喎，真系。佢话请到来东边嘛，同我直抽嘛。可不可以一系喂？可不可以啊？不要不要，十几万差啲不没有了，也可以在半空啊，咁乸潇洒嘅咪大佬，哇！哇，好像很多东西这样。应该是这里附近。这个不要。这个不要。这个不要。見到了。好，探索一下先。喂，夠了。哇，不行啊！这个武器有相当大的缺陷。哇，这个武器有相当大的缺陷。不知道大家发现到没有，我就发现到了。我决定再换，睇下有冇反手剑不太行。最紧要系个武技啊！我发现个战技系有啲事啊！诶，有流纹短剑刺，哦，头扎剑又可以试啊，头扎剑。哇！我记得头先好似攞一把大刀，
有冇印象？喺呢度大上段，双龙闸。哇，真的可以雙龍喔、啊、大唐雙龍轉的這些朋友來喔、啊、很正喔、啊、這個武器高攻一點啊，哎呀，研究一下先，研究研究，因为一直想入嚟但入唔到啊，我唔得啦，我最后都系用翻呢一个系最好，我发现，同埋呢个好似冇得用。看看先，好像這個是續命至尊，哇！哇！一分为二啊，你乜咁劲啊？我唔 Q 你啊！唔 Q 你啦！唔 Q 知啊！你系边位啊？讲嘢啦，好嘛？他其实想是跟你说、啊、你是要去这里的。好了，见你走。麻烦给个地方地名我，麻烦。你都要有个地名我先安乐。唔該，係冇地名嘅呢度，多謝。幽影之地龍音。哦，柳暗花明又一村係嘛？
OK。Sorry 啊。伊瑟胡符是什么？踩地可以。哇哇！哇啦死啊！点样可以落去啊？但系点样可以落去啊？呢度可以唔要个桶添，我已经觉得白玉蘑菇。两边都有。哎呀，系 L 镬啦，上唔翻去喎，上到喎又，真系上唔翻去。有咩用啊？我攞晒高位，如果我咁样都唔射到你，摊摊腰，我唔尊重你咯。来自天空的袭击啦，你啊！咦，呢度有个打开咗嘅嘢喎，黄金弯门，住打开咗喎，黄之回复嗰啲 friend 嚟喎，黄金。呢个原无意外，意外应该系去下个区域嘅。
影轮组。我完全不敢想象，如果我是玩 online， 我会怎样被人剧透法？前有 boss 那些。玻璃村。虎村啲 friend 嚟喎，的而且確係下一個區域。Okay。呢度先系過去嘅，我睇下玻璃村有啲咩符片啦。冇嘢喎，可以真系，哇！大为胡思喎，系你就系乱谂咗嘢咯，你就系乱谂咗嘢。胡思。就是不要亂想，唉，你就諗。哇，玻璃肢解，哇，開始有 picture 喎。即係啲人係肢解咗之後放啲人入去喎。古道喎。係嘛？我 feel 到唔止打一次，要打好幾次。哎呀！一家最紧要齐齐整整，你咪喺面啊，扮唔熟啊！哇！這個 DLC 真的很 Q 大，哇！好啊，要哇！唔係 ，sorry。玻璃監獄。
玻璃監獄。翻上去啊 ！Sorry。亚历山大系咪里面都系用嘅？其实我系呢度要点样开呢？我冇换翻嗰把嘢啦，唉，见你份人冇一碟。知啊，佢哋真系仲喺度出紧声喎 ，hello。我決定咁樣啦。喂，大衛胡斯。The way 啊 ，The way 啊，大维胡斯喺大维嗰一带咧都系相当出名嘅，仲有个沙田维斯胡斯。咁样翻翻嚟啊！唉，呢边啊嘛，所以我行第二边。
即系嗰个叫做触控力力太差呢排。向上啊！我决定唔好啦。即系打完系乜 Q 都冇，系自己弹。唔得，续航力太差。我试下先。OK。喂，大佬，好沉喎呢度。喂！No！好似冇乜嘢咁樣，大佬。喂，有啲沉啊，真係真心。大卫护士，唔好喊啦！他知道哭是没有用的。
咁嘅监牢有咩用咧？上翻嚟嘅啫喎，阿爸。见到有个壶喎，壶仔喎，壶落件喎。落嚟啊，好唔好啊？哦，我其实想要个咩啫？我想要个萤火啫，即系真的那么难吗？有一个大佬，赢咗就剑士吓，完咗完了吓，就系咁啊！哎，我唔记得咗有冇其他嘢添。赢咗添。哇。就咁㗎咋。完咗噶啦！幽影牙刷，啊！我以为会上到去添，
咁要靠呢边入。首先去水池嗰边睇下有咩事先。唉，龙虾啊！喂喂喂，两只啊！喂，其实可唔可以唔好再搞啊龙虾啊熊啊诸如此类啊，大佬系好难打啊，但系唔好玩啊，你明唔明白？有几难整啫？呢啲敌人吓，将嗰个韧性加强。不想理你啊，真系！欸，巴人，呢度又关亚人事嘅喂，大佬。啊！唔系，其实系啊 ，sorry。还点都杀咗，咦？杀唔死啊！杀唔死啊，有佢咯。好咯，咁我打埋呢度，如无意外呢一集打埋呢度就完。睇下系咩嚟。我其實反而啲地城咧都還可以，因為蘇花我見到咧嗰啲地城都係比較獨一無二，比主 game 好似稍微有改進。sorry， 好似收翻啦，要唔係獨一無二啊，係重複噶。我仲未谂到要有咩武器可以用。仲未有一个武器我系满意，可能嗰个咩古龙、双龙刀可能会，因为碍于我哋咁多龙要打咧。流纹矛。
刘梦茂，梦梦茂啊！咦，好似呢个系可以掉噶嘛？咦，有啲料到喎、啊！喂，会唔会太扣太少啊？会不会扣太少？锻造石三真系侮辱侮辱！有个女子咩嚟啊？喂，冇嘢嘅喎，我好难交代。诶，有个，喂，原来有样嘢。OK， 我谂紧，喂。咪住先，我想试下呢两个大件边个会过瘾啲？大刀咧，睇下先。哇，好慢啊！可能可以试一试嘅，猎龙大刀都话唔可以。头先我有啲后悔，攞走咗个咩？攞走咗个头。佢系类似暗灵咁样嘅，搞搞笑笑咁样。唉、哎，又瞄准弱点。不想瞄准我。
哇，太恐怖了，这条路。难瞄准到目标啊，大佬！冇事冇事，唔怕唔怕。好似冇乜嘢需要搞嘅呢度，冇嘢要搞 ，OK。唉，好乸沉啊！呢件事。好，冇事冇事冇事，冇事冇事冇事，估到呢种嘢啦。冇意思，唔好意思，对唔住。喂，咁就算呀？唔系啊，个问题系你唔好逼我，你逼死我对大家冇益好处啊！
唉，你逼死我啦！知有咩做啊？呢个好，好似也是没有事的。都落唔到入去。我点要杀只？谂唔到，谂唔到，谂唔到咩？谂唔到有咩？我而家即刻冲过去会点啊？哦，佢系真系有乜？佢真系，佢真系有预备。唉，算啦，唉，咁执都冇得掂落噶啦，就系冇用啦，呢个即就系冇用。根本就系自信，根本系自信。食啫，好啦，出到去咧仲系金球完结之时，阿连哥睇。好啦，各位，咁今集嘅时候。又差唔多啦，再见啦，拜拜，拜拜。